这边继续换线，换这个浅紫色。好吃的地方再朝前织两针，反面。并调两针并调，到这边朝前织两针了啊，反面来。再并针，换线，照这再朝前两针，到反面来。两针并调，就两个颜色织的时候，那个两个小线球可能会绕在一起啊。大家在织一段的时候，就把下面那个线球的那个绕在一起的线理一下，要不然织到最后全绕在一起了，再理的话会比较麻烦。因为你两个颜色织就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，不像一个颜色。朝前织两针。好，两针再并掉。好，再朝前织两针，还要再朝前织一次啊，最后就剩下四针了。好，两针并调。好，再朝前织两针，然后这个最后剩下四针，到时候换线的织过来的时候就全部织过来啊。我们这一次收完，然后剩下这个四针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现在整这个针上的总针数就是20针啊，跟这边一开始起三针加的总针数，这个20针是一样的啊。这边就是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，然后现在就换紫色的线把它全穿起来织，然后再继续收针。